需要哦。小孩加油哈！那嘴刚在那了啊，撑过来了哈。本案动保处在十月六号经获陈其人的提供事主的诉讼犬只的市政影片，将对事主处罚30,000元至150,000元罚款，并加强对事主他犬只的犬管的状况的稽核。若再次诉讼犬只造成无害部分，将加重裁罚，并依法没入该犬只。